先秦诸子，孔子是绕不开的人物，百家争鸣，儒家是最重要的一家。而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，他的理想是事而优则学，学而优则仕。这为天下读书人指出了一条读书做官的道路。孔子本人也希望在官场上实践自己的主张，但是孔子在3岁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，他是在孤儿寡母的家庭中长大的。孔子自己也曾说，吾少也贱，他的童年生活很苦，他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，也没有官场经历。那么这样经历下的孔子，他会做官吗？他最后做了官吗？他的政治理想能否实现呢？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《先秦诸子百家争鸣》第一部《实话孔子之君子固穷》。这孔子他会做官吗？会。对于做官从政这件事儿，孔子他是三有一懂得。哪三有啊？有准备，有想法，有策略。哪个懂得啊？懂政治。我们打开《论语》，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地方记载着别人问孔子问政，那这个政治应该怎么搞啊？孔子都有回答，对答如流，而且不同的人问他有不同的回答。这说明他什么？说明他有准备啊，他时刻准备着，有机会就上岗。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有想法，就做了以后干什么呀？怎么执政啊？他得有想法，因为孔子做官的目的是做事，是吧？他要做事，他得有蓝图。有。为了这事儿呢，孔子和他那个宝贝学生子路啊，又有一次不愉快的对话。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发生在魏国有一个君主叫魏出公。魏出公呢，准备聘请孔子去做官了。这也是孔子盼望已久的一次机会啊。得到这个消息以后，子路就去找孔子了，说：“先生，听说魏军呢，正等着先生去实现政治主张呢。请问先生，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你最要做什么？”孔子说：“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正命啊。”原文是：“必也正命乎？”我前面讲过，这子路这人魂不吝，你知道吧？他就以李逵，他不以为然，他不以为然，他说话直通通的就说出来了。先生真有这想法吗？先生也太迂腐了吧，干嘛要证明呢？原文是：有事哉，子之迂也，奚其正。你就是孔子啊，他是急于从政，他是准备从政，他是有了充分准备的，他踌躇满志啊。这好容易逮住机会了，他就要这样，是不是？你可以想象的子路去问他说他是什么样一种心情吗？兴冲冲的，必也正明乎？子路一瓢冷水飘下来，哎，原来太迂腐了。大家想想孔子会怎么样？气都不打一处来，然后指着子路就骂：“也哉有也，仲由，你也太野蛮，太粗鲁，太放肆了。一个君子对自己不懂的事情是要保持沉默的，你又不懂，你乱讲什么呀？这怎么能叫做迂腐呢？我告诉你，名不正则言不顺，
言不顺则事不成，事不成则礼乐不兴，礼乐不兴则刑法不忠，刑法不忠则民无措手足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孔子的施政纲领首先是正明。什么叫正明呢？就是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。什么叫做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呢？就是说君要像个君，臣要像个臣，爸爸要像爸爸，儿子要像儿子。那怎么个像呢？你先得把这名分定下来，先要搞清楚君在这个君的名分下面他的义务和责任是什么，臣在这个名分下面他的义务和责任是什么，父在这个名分下面他的义务责任是什么，子在这个名分下面他的义务责任是什么。大家都按自己规定的社会角色去做人去做事，天下不就太平了吗？而如果这些名分定不下来，你就说话你都说不顺畅，叫名不正则言不顺。你说话都说不顺畅，你事情能够办得成吗？办不成。言不顺则事不成，事情办不成，礼乐制度能够恢复吗？不能恢复。事不成则礼乐不兴，那礼乐制度不能恢复，我们的刑法能够合适吗？能够适当吗？不能适当。你对民众的这个奖惩都不适当都不合适，那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办，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，这怎么能是小事呢？训了他一通。这个时候孔子64岁，子路55岁。我们想象一个64岁的在那训那个55岁的是个什么场景。那么现在我们有一个问题就出来了，魏出公要招聘孔子，孔子去了吗？去了。做官了吗？做了。做了多少年？4年。实现了他的政治主张吗？不知道，估计没有。他当然想去证明了，但是估计没有。因为我们知道4年以后孔子气哼哼地离开了魏国，而且是一言不合掉头就走，和这个当权者意见不统一，孔子退朝回来说驾车驾车走人走人。临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，说哼，鸟是可以择树的，树也能选鸟吗？这意思说我可以选你们，你这个地方不行我到别的国家去嘛。走了。子路呢？子路可能留在了魏国，也可能在鲁国和魏国之间来回，但是最后子路牺牲在魏国，这个情节我们将来要交代。这是孔子有想法。孔子想出仕求官，所以对于做官从政这件事情，孔子是有准备有想法的。但我们知道，光有准备有想法，遇到现实情况发生变化，准备好的可能用不上，有想法也可能会落空。所以孔子要想当官做事，还得有一定的策略。那么孔子有为官的策略吗？孔子不但有想法，而且有策略。就我们知道做官呢，搞政治啊，那不能像子路那样的，是吧？你得有点策略。孔子有。孔子的观点是什么呢？
官要做，命更要保。原则要坚持，身体不能吃亏。所以他的做法是什么呢？八个字：威邦不入，乱邦不居。就这个国家有危险了，我可不去。这个国家动乱了，我可不待。魏国就是一个乱国啊，乱邦啊。那孔子看到不对，他走掉了嘛。那子路留下了，牺牲了嘛。那么，这个国家政治是否清明，或者说这国家政治是否黑暗，这不是孔子可以决定的，对不对？他没办法决定啊。那摊上你是一个不好的政治状态，怎么办？那孔子有说法，孔子说啊，邦有道，威严威行；邦无道，威行不严。训，这个字幕上的这个孙字啊，要读作训，谦逊的意思。威是什么意思呢？直，就是这个国家政治清明，政治文明，太平，说话要直，行为也要直，这叫做威严威行，就说话和行动都是正直的。如果这个国家政治黑暗呢？行为还是要正直，这叫做威行。言训，说话你注意点，说话你谦虚谨慎一点，不要乱讲。为什么要威行？就是行为为什么要正直？你不正直，你不是君子吗？那不变小人了？那变小人是不可以的啊。那么为什么说话要谨慎？你不谨慎，你惹毛了那些不讲理的执政者，咔嚓你了，这个不合算。说话你还是谨慎一点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我们可以把孔子的这个观点总结为这样两句话，叫做违心的事儿不能做，惹事的话也不要讲。这就让我想起康德的一句名言，康德说，一个人所说的必须真实，但他没有义务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。也就是说，你一旦说话，你必须说真话。但是这个真话如果要惹是生非，那可以不说嘛，把嘴巴闭起来。这就是孔子的策略。而孔子的这个附近的那个国家，做过官的那个国家魏国，就是个乱邦。所以孔子很欣赏魏国有一个大夫叫宁武子。孔子怎么评价宁武子呢？孔子说，宁武子，邦有道则治，邦无道则愚，其智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。就宁武子这个人呢，在他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，他非常的聪明，一到他国家政治黑暗的时候，他傻乎乎的。他的那个聪明是我们可以学习的，我们赶得上的，他那个傻乎乎是我们学不来的。愚不可及，这个成语就从这里来，但是意思变了，现在的愚不可及是蠢得要死。但是这里的孔子原话的愚不可及讲的是装糊涂，装傻，装傻。那这样的话在《论语》当中有非常多非常多。那邦有道如何，邦无道如何，大家都可以去看，它无非也都是这样一些策略。孔子呢也会对付权贵，因为你要从政是吧，或者你要影响政治这个在孔子那叫施政
啊，你要参政，啊，你要关心政治，你总是要和官员打交道。那官员他也不是，非常整齐的，他也有好的，有不好的，对不对？那你碰上这样的一个不太怎么样的，你怎么办呢？那孔子也有办法。比方说，孔子的国家鲁国，有一个人叫杨虎，也叫杨货。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呢？他是季孙氏大夫的家臣。所以我们稍微讲一下，就当时的这个制度啊，是个国家有国君，啊，国有君叫国君，君下面呢有大夫，大夫是国君的臣，大夫也有自己的领地叫家，大夫的家里面也有他的臣叫家臣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大夫呢是诸侯的下级，家臣呢是大夫的下级，啊，这么简单说啊。这个杨货这个人呢是季孙氏大夫的家臣，但这个人他后来他厉害啊，他不但把他老板专了政，他还把国君专了政，他成了鲁国的掌权的人了，这礼坏乐崩啊，这乱套了。这孔子是不能容忍的，那这国就是国君的，这叫个大夫都不行，还家臣，太乱套了。所以孔子不跟这个人合作。那这个人呢，他很想让孔子出来做官。那为什么想要孔子出来做官呢？现在我们也不很明白，我估计也是想搞点名人效应吧，弄两个名人来装点门面啊，撑撑台子啊，是吧？很想让他来，但孔子不见他，不见他，这人就想了一个办法，就送给孔子一只小猪。啊，这个小猪呢，应该是蒸熟了的，啊，应该是派人送过去的，把这个蒸熟了的小猪呢，就派人送给孔子。那么按照当时的礼节，孔子必须回拜。那礼尚往来嘛，来而不往非礼也，人家送你小猪了。那孔子去也不是，那不去也不是啊，怎么办呢？孔子想，我惹不起，我躲得起吧。打听清楚，杨虎不在家，那我去拜他。天算啊，不，人算不如天算呐、啊。孔子算好了，杨货不在家，到杨货家去，当路上碰见了，玉珠土，一头撞见，躲不开了吧。杨货就说话，过来，我跟你说。原文是，来，与语而言，这话很语气很不客气啊。就是在当时称对方最不客气的说法就是尔，你。一般的说要说子先生，啊，先生，请过来一下，这是有礼貌的说法。来，与语而言，过来。我跟你说，不客气了。怎么说呢？杨货怎么说呢？你揣着明白装糊涂，你这能够叫人吗？原文是：怀其宝而迷其邦，可谓人乎？孔子不说话。杨货自己说不能。然后又接着说，好从事而弃失时，可谓智乎？就是你那么想做官，一再错过机会，能算聪明吗？能算智吗？孔子也不说话。杨货又自己说不能。然后杨货接着说，日月是矣，岁不我与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年龄可不饶人呐。这个时候，孔子才说话了：“诺，吾将是矣。好吧，我出来做官。做了吗？没做。孔子出来做官是在杨货离开了鲁国之后，才出来。”这叫什么？惹不起，躲得起，最后躲都没躲起。但是至少是想躲了一躲了。
所以还是有策略的。通过发生在孔子身上的这些事情，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孔子对于为官从政一直是有准备、有想法、有策略的。可以说，孔子对于为官之道有着非常成熟的见解。但是，光有成熟的为官之道，孔子要想在官场实施他的政治蓝图，似乎还是不够。他还要懂政治，才能在官场上做到游刃有余。那么，一直致力于教书育人、做学问的孔子，他懂政治吗？啊，前面讲了是吧？有准备，啊，有想法，有策略，还有一条懂政治。孔子懂政治吗？懂。这孔子晚年的时候，他有两个学生，一个叫子路，我们前面交代过，还有一个叫冉有。冉有的名字是冉求，字子有，所以尊称他，称他冉有。他比孔子小29岁。这时候冉有当什么呢？当季康子的宰。我们要知道，当时大夫的家呀，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家庭，这个家呀，它是一个领地呀。这个领地如果发展的很大，是像个小国家的，也要有一个总理，或者我们叫他总经理吧，这就是宰。这个冉有呢，就当了季孙氏的宰。子路呢，也在季氏手下做事。这个季氏我们说过了，他是鲁国的大夫，而这个大夫的力量非常大，大到什么程度呢？大到他的势力比国君的势力还大，这不就有问题了吗？国君就和这个大夫之间他就会有矛盾，那作为这老板，他肯定不愿意下面的人做得比他大嘛，那下面做大的人肯定是希望做得更大，自己将来好当老板嘛，这就有矛盾嘛。所以这个季孙氏就算定了这国君将来肯定要对付自己，那怎么办呢？未雨绸缪啊，你得做准备啊。他就想出一个主意，去打颛臾。颛臾是什么呢？颛臾是鲁国的附庸国。什么叫做附庸国呢？就是当时的制度是这样的，如果纵横50里，所谓纵横50里就是指边长啊，不是50平方啊，是指边长，长50里，宽50里，这么一块地方，这样一个规模的国家是不能够独立做国家的，就是它不能直属天子，不能直属周天子，它必须附属于一个大国。这个颛臾呢，就是这么一个小国，它是附属于鲁国，是鲁国的附庸国。这个附庸国呢，他是站在国君一边的，将来国君要来收拾季孙氏的时候，颛臾可能会帮国君的忙，所以季孙氏就想一个办法，找个理由先把颛臾干掉。那个事情决定了以后，冉有他是季孙氏的宰，对不对？还有子路也在季孙氏手下做事的，这两个学生呢，就到孔子那去汇报这件事儿。那这个事情我们看的就是很好玩的，就是孔子虽然自己不做官，他的学生做了官以后，下了班以后要到孔子汇报工作的，嗯，这个要讲清楚啊，你不能说我这学生当了官以后我就像是国君啊什么大夫汇报工作，不管老师，那不行，下班回来向老师汇报工作。那这俩就来了，因为这个就是冉有是宰嘛，冉有牵头啊，子路跟着就过来了。这个老师啊，这个季孙大夫呢，恐怕对颛臾要有动作了。孔子说：“求。”这指冉有了啊，冉有的名字是求嘛，孔子是叫名的。求，我看这个事恐怕是你的不是吧？
为什么要打颛臾啊？颛臾是社稷之城啊，颛臾是保卫我们鲁国的，是吧？是我们鲁国的心腹啊。你为什么要打他？何以伐为？为什么要打他？晋襄公说：“老师，也不是我们要打，是老板，他要打，我们俩都不赞成。”孔子心里想：“少忽悠我。”孔子说：“你们两个是干什么的？助理，对不对？你们老板都要出大事了，你们都不出来管一管，要你们俩干嘛？”但又想这混不过去了，又说点实话。我说是老师是这样，这个颛臾呢，离我们老板的封地费邑太近了，而颛臾呢，他现在力量又很强，现在不把他拿下，恐怕对我们老板的子孙后代不利。孔子心想：“你又忽悠我。”孔子说：“求。”一个君子最痛恨的就是不说实话。明明是别有所图，你偏偏要找个借口，这最可耻的。你讲你们老板有忧患，我告诉你什么是你们老板的忧患吧。下面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：“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，而在萧墙之内。”什么叫做萧墙呢？萧墙就是国君宫门后面的屏风或者是小墙，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院子，它进了大门以后，它不能直通进去，它前面要挡一下。宫门口就有这么一挡风的墙，或者是屏风，叫萧墙。它为什么叫萧墙呢？是人臣进了这个地方，看到这个墙，肃然起敬。古代肃和萧两字是同音的，所以叫萧墙。意思就是说，你们老板的忧患就不在什么颛臾这个小国家，你们怕的是国君，我给你点穿了吧。你忽悠谁呀你？而且孔子说，治理一个国家，你们要搞清楚国家真正的忧患是什么。忧患是什么呢？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这句话很多学者认为有错，就是寡和贫这两个字啊，应该调过来，应该是不患贫而患不均，不患寡而患不安。贫是什么呢？经济贫困，没有钱。寡是什么呢？人口稀少。也就是说，一个国家害怕的不是贫穷，不是经济贫困，而是分配不均。害怕的不是人口稀少，而是社会不安定。如果社会安定，人民和睦，分配合理，你怕什么呢？所以你们两个应该帮助季孙氏做好这个工作，而不是去打什么颛臾，去管别人。你自己都治不好，你还管别人？那么这句话现在经常被人引用，而且很多人拿来引用来说什么呢？来主张平均主义，主张吃大锅饭。这里要解释一下，你这个大锅饭平均主义的这个解释不符合孔子原意。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这个均呢，不是大家都一样，不是那个平均主义的均。因为孔子是主张等级制度的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，那君和臣怎么可能一样呢？父和子怎么可能一样呢？当然是君得大份，臣得小份，这个父得大份，子得小份嘛，
这才叫君，这是孔子的君。孔子的合理是指的这个合理，平均主义，吃大锅饭，每个人同样的份额，这是谁的思想？墨子的思想。这不要把墨子的思想弄到孔子头上来，说这句话不能用来主张平均主义的，啊，那这里顺便交代一下。通过上面的讲述，我们可以看出，一个对于从政有准备、有想法、有策略，还懂政治的孔子，可以说，孔子对于做官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。所以，孔子周游列国，希望能够谋求官职，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。那么，孔子最后当官了吗？当了。孔子在三个国家做过官：鲁国、魏国、陈国。在鲁国可以说是做了一次，陈国呢也做了一次，魏国呢做了两次，一次是在魏灵公手下，还一次是在魏出公手下。时间最长是在魏国7年。然后三个国家加起来他做官的年头是多少呢？14年。孔子呢是活了73岁或者是74岁，因为算法不一样，有两种算法。那么我们按照他成年以后的这个年份来算的，应该说他当官的时间是他成年以后生命的1/4。那么孔子求官的国家有多少个呢？有10个。那做官的国家3个，因此他做官的国家呢是他求官国家的1/3。那么由此可见，孔子的这一生还是做官的时间少，碰钉子的时间多。所谓周游列国呀，它其实是有两个目的。第一个目的呢是求官，你最好能找到一个国家用自己。如果实在找不到，那么见到这些国君或者执政的大夫，宣传一下自己的政治主张也行。但是看起来大量的情况是碰钉子，碰钉子失望的离开。这样一路碰钉子碰下来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子路发脾气，孔子发牢骚。有一次，也就是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，他来到陈国和蔡国之间，被困在那儿了。困在那儿的结果是没有东西吃，每天喝野菜汤，那野菜汤里米粒儿都没有。孔子和他的学生都饿得爬不起来。这时候子路实在是气不过了，冲到孔子跟前说：“先生，君子亦有穷乎？”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要理解一下这个穷是什么意思。穷是什么意思呢？没路走，不是没钱用。在这个时代，没路走叫穷，有路走叫达。穷和达是一对。没钱用叫贫，有钱用叫富，贫富是一对。有地位叫贵，没地位叫贱，贵贱是一对。所以君子亦有穷乎，就是君子也会没路走吗？他很生气啊，君子啊，怎么能没路走了？孔子说，君子本来就可能没路走。原文是君子固穷，君子要走大道，现在大道不行，我们君子就走投无路嘛，这很正常嘛。君子也会有没路走，小人也会没路走。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在什么地方？孔子说，小人没路走就牢骚满腹。原文是小人穷思滥矣，这敲打子路呢。君子即便没有路走，你也不能失了君子风度啊，倒驴不倒架嘛。
这孔子训子路，对不对？其实孔子自己也发牢骚。孔子有一天说：“道不行，臣服浮于海，从我者其由于。”哎，说我的主张看来是行不通的。算了算了，做个木筏子到海外去吧。跟着我走的就是仲由吧。仲由一听高兴了，子路，他老挨骂的，难得受回表扬，你知道吧？非常得意。看，我才是老师的得意门生。他那么多学生，3000弟子，72贤人，他谁都不带，就带我。孔子又说了句：“有也好勇过我，无所取材。”这个仲由啊，比我还勇敢。可惜啊，无所取材。无所取材什么意思？两种解释。一种说这不可取，你是马鲁莽嘛。还一种说呢，找不到材料，做木筏子啦。那我赞成后一种解释，因为我们讲过这个子路和孔子的关系，他就是李逵跟这个宋江的关系啊。你说宋江说上哪，李逵不跟着走吗？对不对？他问都不问，他盲从啊。是孔子是发牢骚，他不是当真要到海外去，护照都没有，签证都没有，哪去？他不是真要去，那可是看。子路当真，他就说：“哎呀，算了，没有木筏子了，买不到机票了。”就其实孔子不可能真的是离开中国去海外，海外去不得，海内很伤心，孔子怎么办？请看下。在孔子的一生中，他以做官从政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为目标，但是在现实中却屡屡碰壁，甚至说出了主张行不通就要漂洋过海的气话。在政界，孔子并不得志，但是另一方面，在政界不得志的孔子成了教育界和文化界的巨星。自孔子以后的2000多年来，孔子作为天地君亲师中师的象征，成为了中国人顶礼膜拜的对象。那么从为政到育人，孔子的角色是如何转换的呢？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，为您讲述系列节目《先秦诸子百家争鸣》第一部《实话孔子之头号教书匠》。